哎呀，跑得真快呀你！ 猫呢？猫还没到，还没炸到。为什么猫怎么不见了？ 应该还会有人在卡我，因为有人走不掉啊！我看见妲己上车了。 还得过来。
咋地？哎，这把一练两个人嘞。都不点门。啥？提琴？这师傅怎么在这儿啊？不也打了吧？哇，你真的呀，你但凡用一点。当时我也那不好意思了呀，我要直接逃了。人捞不他呀，这里不丢，快送信。
哎，怎么是你来捣捞啊？不是医生吗？你这样吃个心不就死了？给吃个鸡胸，去去去去去，快去！你去啊！你现在有基地呢，哥们儿。真服你了，你身上这么多基地，他在顶上一直晃来晃去的。送我个加速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追！然后你别把木屋没了再走。可以，使命完成了。你没死掉是了吧？你怎么挂这么远？
别激动，哎，你别激动。你为什么还活着啊？我要 OB 了，你溜太久了你。没撞到你、啊，怎么没人点门呢？快死！我就知道他要闪现我。哎呀！你这起不来，你这起不来死定了。还好你不是上挂飞，不然真拼了。你看呀，你看呀，我身上有水汽，我肯定开不动呀。万一换我开，我肯定死了不？啥玩意儿？杰克。你不会两步认就死了吧？我真要嘎了！你不认加一刀，真嘎了！没事，活了，还得换挂呢。哎，他人呢？
哎呀，我大老远跑过来，结果你跑过来摸它，这谁修鸡呢？杀他一波血条就跑。讨厌吧！救的是真快呀！你这被逮了不是死了吗？被逮到有个人家一刀就送走了。突然远处。你来真的啊！你吸他一下不就活了吗？给你套鸟，被人嘎了。我先给你小子拖到电机沟了吧。真平局的呀。老一些人了，这局要平了。
门。哎呀，这叫不得木屋，还不如强开呢。讲道理，强开我真中午了，掉上跑直接泄油，给他整泄油。